为气候干燥就没水湿，冬季呢非常的干燥，要喝水，再往里边加水。好，肾脏呢也会出现额外的负担，两条健康防线失控，肾水犯溢就会出现了。一分钟快速自测，哪类体质人群正在肾水犯溢？如果说您连五个都做不到，那您有可能是肾水犯溢的高危人群。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雅琪。今天的养生堂剧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要给大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段子，看一下。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呀？ 你也不会、你可不知道六年级功课有多难。怎么个难法？出了一道题啊，说一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那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个视频特别的有趣哈，名字叫着急。这边放水，这边漏水，请问多长时间能把这池子灌满呢？叔叔阿姨们注意了，肾水在我们身体里面也是有进有出，那您的身体里肾水进多于出了吗？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体当中，就会有一系列严重的隐患。我们再看一下肾水犯溢。先问一下，肾水犯溢这个词儿第一次听的举个手，我看一看。第一次听过的，好哟，这么多人。冬天啊，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啊？有个明显就是干，是吧？尤其是咱们北方，暖气来了就更干了，鼻孔干，喉咙干，皮肤也干。那这个冬天跟肾水犯溢有什么样的关联？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专家还有我们的导演把这个线索交给了池永志，我到那儿去问问永志。首先欢迎你来到养生堂健康侦探的现场、我就是今天的健康小侦探池永志、想知道是不是肾水犯溢的人群，专家也很贴心的给了我两条线索啊。哎，先给大伙儿看看第一条线索是什么啊？来看一下，来，第一条线索就是3、2、1，低头攀足品挑战赛。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请上一位有可能是高危人群的阿姨，掌声欢迎阿姨。那接下来请您给我做一下这个动作，低头攀足品。永志怎么做这个动作？哎，我给您示范一下啊，这动作要坐着做，把这个脚伸直了。好，哎，低头，哎，够着脚，抬头，这就算一次啊。先是这样的，把手举起来，然后低头够脚。阿姨，动作分解，你看您都看到了啊。接下来咱就计时了，永志啊，60秒钟，看谁完成度是最高的，你跟阿姨一起 PK 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现场3、2、1，计时开始。一。低头攀足品，时间40秒。2、3，来，全场准备，10、9、8、7、6、5、4、3、2、1，时间到，两位辛苦了。来，永志，阿姨真的挺厉害的，来报一下自己的数字。我刚才实打实的说啊，我做了29个。阿姨您呢？35个。哇，35取胜。怎么可能啊，人家完成度高啊。我的是标准呢、不是，阿姨做的也不差呀。啊，那这样吧，怎么会差那么多？为什么说低头攀足品是我们的线索，以帮助大家筛选一下是不是肾水犯溢的高危人群。那么阿姨的完成度怎么样？咱们请专家当裁判，回场中问专家。来，好，咱们这边，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主任秦建国，欢迎主任。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鲁华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华高油酸祝长寿多多。欢迎一下主任。今天刚才我们那个互动你也看到了哈，咱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为什么您让永志做这个动作哈、低头攀足品。低头攀足品呢、是我给永志的两个线索之一啊。
它是源于咱们清代授式传针，它有一个十二段锦，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动作进行了改良。刚才我们看了有只做的不是特别标准、哦、他做的就不标准、你看看，我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好呀好呀。我们这个标准呢就是两个手先放在膝盖上，哦，哎，两个这个膝盖呢是绷直的，然后呢大概分解一下，收拳，哦，收拳，然后托天、哦、然后攀足，当然一开头可能够不着这个脚尖，但是我们经过长久的锻炼就可以够的了。这是做一个、哦、我给大家示范三个啊、哦、来，抱拳，托天，然后够脚，哦，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好，再来第二个。好，阿姨很棒，抱拳，往上往上抬，手心朝上，然后手去起梁够着那个脚。好，刚才主任已经示范了标准动作、阿姨现在心领神会了、我们完整的做一下，正好让主任看一看。好，停，做这个的时候您的这个上半身是朝后仰的，我们做的时候、上半身是不朝后仰 的，应该是身体稍微的正一点，对，是不是？对，正的，正一点，对，这很难啊。然后这，对 对, 对，这个很难的。然后呢、好，脚尖要绷紧了吗？对对对对，它的关键是在脚尖要朝后勾，哦、对你摸着就是非常好了。好，这个动作很标准，这个非常标准了，可以了。然后慢慢回来归位、接下来我们听听主任怎么点评。刚才我看了这个阿姨做了，我看是做的还是不错的，第一次做能做到这个样子是非常好的。他往下做的时候呢，你看他是拉伸入我们的后背的督脉，这个督脉呢它是总督全身的阳经，它对补阳的作用非常好，而且呢特别能够补肾阳。如果说我们肾阳充足呢，就是骨骼呀就强劲有力，如果说我们这肾阳不足啊，这类人群呢身体比较虚弱、哎，就整天的这个腰酸背痛的，一般的来讲啊，如果说一分钟能做十个以上，一分钟十个以上，就刚才这个动作，哎，那说明什么呢？很好，我们就给八分，哦，优秀，哎，好，十个以上就行，哎，八分。那我觉得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十个很难的，对，要做标准实际上还是很难的，很难。如果说做五个以上，我们就认为及格了。如果说您连五个都做不到，那么好，这个您这完成度是比较低的，我们要注意了。那您有可能是肾水泛溢的高危人群。那就是完成度五次以下的话，就确定是高危人群了吗？这个不一定，只是说提醒你要注意。当然了，要根据我们线索二，然后我们精准的判断。好，线索一参考，那是不是呢还要结合线索二，啊，就能够断定了。那我想问一下主任，就一头攀足品这个动作，它是作为一个自测，那作为一个养生保健护肾是不是也可以的？它是可以的，它不单是咱们测量的一个方法，也可以在家里日常呢养肾护肾的这么一个方法，早晚各做36次。然后呢我们不单可以预防这个肾水泛溢，而且呢还有抻筋拔骨，哎，壮腰健肾的作用。你要想事半功倍的话，还需要我们肾病科的两个法宝，待会儿呢我们同事也会拿到现场。听明白了，这个动作好，但是还需要两个黄金搭档，才能事半功倍。我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哎，如果咱们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些患者，那么做这个动作呢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哦，那还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还要注意，做不了，做了疼，那就要停止，马上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了。不要强求，我们在家里做可以缓慢做，慢慢的把它做标准。好，阿姨，我想问一下，您刚才做的时候很困难吗？腰酸背痛吗？胳膊好像举得飞来飞来，就是抬手的这个动作，包括那个腰背的时候，这个笔直程度好像稍微欠缺一点，稍微欠一点。但阿姨给您提个醒，咱还要结合线索二才能判断您是不是肾水泛溢的高危人群。咱听明白啦？听明白了。好了，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的互动，我们也期待一下专家带来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感谢阿姨，我们给阿姨送个奖品，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阿姨鲁花给您送健康了。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祝阿姨越吃越年轻，谢谢阿姨。好，
感谢一下阿姨的互动。那么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完成度不是很高，分数比较低的话，都可以向我们的专家咨询。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精神健康的直播间哈，跟您互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点击添加通讯录，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指导您进入到直播间向我们的专家咨询，另有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等福利免费发放，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互动起来，谢谢大家。那刚才永志，我们已经看到了线索一，有的人可能能完成10个、嗯、但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我觉得挺难的，是5个甚至以下就担心了、对，但是完成5个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的吧。那专家说了，线索一加上线索二，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您是不是肾水泛溢的高危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追根溯源，先问一问什么叫肾水泛溢，跟什么有关系呢？这个肾水泛溢啊和我们两条健康防线失控有关系。怎么讲？秦主任告诉我们，冬天肾水泛溢是我们身体的两条防线失控了、那么是哪两条健康防线呢？咱先看第一条防线怎么失守了。我们先看第一条防线。嗯，水箱呢代表我们的肾，在我们中医里边啊，肾为水脏，在身体的水液代谢平衡就和咱们这个肾脏啊就有极其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水液呢在人身体里呢它需要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呢就是肾阳。对，如果是肾阳充足呢，来永志把这个水打开啊，那么它开合正常呢，那么说这个水液在身体里呢就能正常的运转。如果肾阳不足的话会怎样呢？那么冬季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就是阳消阴长，阳煞阴藏，在这个冬季里呢，那么气血呢都趋向于里了，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有可能表现出肾阳气的不足，气血运行就缓慢，然后永志再往里边加水。好，那么冬季呢大家知道都也非常的干燥，那么大家都要喝水，在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预防，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就是水液代谢失调的情况。那么我们肾脏接下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肾脏它的工作强度就会增加。那么肾脏呢也会出现额外的负担，这样的话就会发生水液代谢的失调，那么肾水泛溢就会出现了。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典型的症状。这个典型的症状呢和咱们线索二有关系。它也会在皮肤上有所表现。其实想到了一开始我们在那个剧场给大家放的相声段子着急一样，这边放水那边漏水，什么时候能给它填满，它其实也是一进一出工作的原理。对，知道吗？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第一条线索是什么呢？就是肾阳不足导致的气化失常。是的，是的。好，这是第一个线索。那您说有2个防线的，对不对？对。那第二条防线呢？我们再换一个实验。这个秦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一瓶矿泉水。对。啊，这个就是正常的水，而这边呢有个乒乓球。从我这。然后呢，把乒乓球呢嵌合在这个瓶口。拿乒乓球堵住了瓶口，然后呢，你看我这一吸。它这个水就不下去了，对，这个很神奇。为什么不上去了呢？这个呢就跟咱们第二条线索有关系。这次呢咱们把这个水瓶当做我们的肾脏。你看我们前边这个肾阳不足啊，这个气化失常以后呢，那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肾脏的肾中的络脉它会气血瘀滞不通，它的功能就会受损，肾络不通了。哎，肾络不通了，那么这个水液代谢它就失调了，它会停聚于这个身体的某些部位，也可能呢停聚于这个松软的皮肤下面。这时候呢皮肤就肿起来了，就像咱们这个乒乓球一样，但是呢咱们这个乒乓球太硬了，这时候呢会一摁一个坑，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胸水和腹水。所以我们经常会用现代的方式问人家，你肿了吗？你肿么了？你肿么了？你肿了吗？他其实说他会在上焦、中焦、下焦，他都有可能不通。那么不通的话，都会有水肿的表现，是这样吗？对，它可以通过眼睑，然后蔓延到四肢，然后再蔓延到全身，上中下焦都有可能。所以呢，给大家画重点，第二条健康的防线失守的原因是。
会在上焦、中焦、下焦，它都有可能不通。那么不通的话，都会有水肿的表现，是这样吗？对，它可以通过眼睑，然后蔓延到四肢，然后再蔓延到全身，哎，上中下焦都有可能。所以呢，给大家画重点，第二条健康的防线失守的原因是。来，永志，肾络淤损造成的水饮内生。说到这个水肿，我们都知道慢性肾病的人他是很容易水肿的，是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对，不喝绝对不行，喝多了还不行。那这个量怎么控制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参考？实际上呢，我们喝水呢还是很有讲究的，是根据您的尿量来定您喝水的这个多少。哦，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排尿正常，比如说白天4到6次，那么晚上呢1到2次，那他排尿是正常的，那可以不怎么限制这个水的摄入。比如说我们家里有那个300毫升的保温杯，我们大概每天是6到8杯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尿少或者是没尿啊这种情况，那咱们就需要限制水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防治。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屏幕，肾水泛溢哈，之所以会出现呢，我们溯源无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肾阳不足带来的气化失常，那么第二条线呢，就刚才那个乒乓球的实验，说明肾络出了问题了，它淤损了，我们身体当中呢就有这个水饮产生了。不过说到水肿啊，水肿和水肿是不一样的，对的，是吧？那我们说肾性的水肿，那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就跟我们的线索二密切相关。不过说到这儿，永志，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怎么了？专家说了，东方医院藏着宝贝呢，就是那黄金搭配啊。你辛苦去一趟东方医院。这不辛苦啊。好，那你去给拿回来好不好？大伙儿找找线索，我应该去一趟。好，现在出发。谢谢，辛苦永志。接下来，叔叔阿姨啊，迫切的想知道，除了那线索一之外，线索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咱们到那儿去讲一讲。专家一再强调，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呢？要做这个动作，低头攀足频。此外呢，还要结合第二个线索放在一起，就能断定您是否处于这个疾病的危险区了。线索二很重要，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好的。3、2、1，我们呢做了两个对比，您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那么其实我们肾性水肿呢，和其他疾病导致的水肿区别还是挺大的。这个心病水肿呢，一般的它的肿从下肢足踝部肿起，而且呢同时伴有这个喘憋和气短。它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基本上都是对称的，一般都是左边右边一起慢慢从下往上，并且有憋闷气短，这是属于心病的水肿。哎，对的。那么我们肾病的水肿呢，往往它是从眼睑颜面开始啊，那么它会蔓延到四肢，然后蔓延到全身水肿。我们《金匮要略》有对肾性水肿有这样的描述，他说：“肾水者，其腹大，肚子大，其肿，哎，肚子大，其肿，腰痛，不得逆。不得逆的意思就是叫小便少，不得逆，阴下湿，如牛鼻上汗。说阴部也是一摸是湿的。”就像牛鼻子上边的汗，那么是其足逆冷，就说的是咱们肾性的水肿，还有腰膝酸软呀、尿少呀、胃寒呀、足冷这些症状。叔叔阿姨们记住了吗？肾水泛溢指的就是肾性水肿。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辨别肾性水肿的典型症状？如何提前预防呢？好，那它的这个水肿是什么样的呢？能摁出来吗？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平时要注意观察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出，哎，忽然这一天，哎，眼泡有点肿了，这个是能看出来。第二呢，我们一般的来讲，那么说我们出现下肢的水肿的时候，我们会摁一摁，一摁一个坑。肾性水肿啊，在我们肾病科还是比较常见的。有时候呢，起病也是比较急的。比如说他前一阵呢，他得过一个感冒，过两天以后，突然之间他觉得两眼如卧蚕状了，再过几天呢，就有可能，哎，这个手指觉得胀，两手觉得胀，有时候啊，洗脚的时候一摁，那么咱们腿就肿了，甚至于啊，咱们哎觉得消化吃饭有点问题了，为什么呢？他这个
就有腹水了，就有可能。哦，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微小病变这种情况。那么说，从他发病到他全身水肿，也用不了几天。那多长时间？有的是一周以内就变得非常肿。一周以内，眼睑可能出现问题。哎，眼睑问题。然后尿少、寒冷、足冷、腰膝酸软，对，在一周时间当中就突然就会都会出现，而且说消化道也会有一些。消化道它有可能吃饭也不香了，觉得也不愿意吃东西了，那可能是消化道都有水肿了。好，其实这些信息点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诊断一下您是不是属于这种肾水泛溢的高危人群。当然还要结合刚才我们第一个那个够脚的动作，对，分数比较低，症状又出现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高危人群。是的。好，如果在您或者一家人身上出现的话，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我们的专家呢也正在京市健康的直播间，拿出手机扫一下二维码，点击添加通讯录，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指导您进入到直播间向我们的专家咨询，另有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等福利免费发放。好了，那如果有这样的高危人群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专家给大家带来了看得懂、学得会，而且能用得上的这些养护肾脏的法宝。那永志刚才不是到东方医院您的科室去请医生、请那个宝贝吗？是的。这样，咱们先给大家透个底儿，看个短片。好的。什么叫做中医传统技艺创造奇迹？一人一模，这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为患者支的高招。哎，您好，我来给您做治疗的，王先生。好。我家您躺着吧。我都没用劲儿，是吧？每天敷一次。科室是这样来总结的，配方用得准，可以起到温肾通经。方法很柔和。第二呢，选择准确的部位和穴位，才能起到磨得准的一个效果。这项神秘的中医绝技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东方医院的宝贝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的谢璇老师和永志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谢老师好。谢老师您请。这手中的宝盒里头就藏着刚才我们说的那黄金搭档吗？没错，就是的。有句话叫肾强百倍，人活百岁。那我们这个福禄寿图里呢，就藏着我们治疗肾性水肿的秘密，也是对叔叔阿姨们最美好的健康的祝福。哎呀，太好了，我们要收礼物了。冬季养肾护肾的宝贝，加上低头攀足品，放在一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冬季好好呵护我们这个肾。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期待一下叔叔阿姨。但是刚才谢老师你也透露了，说福禄寿后面还藏着一些秘密，是吧？什么秘密呢？对对对。这样永志，你赶快跟谢老师到那儿给大家揭晓好不好？好嘞。我看第一个秘密是什么。走，来，三二一。哟，这个符后面有三个字“保命丹”，什么意思呢？咱们回场中讲一讲。好嘞，来，有请谢老师。好，谢谢两位，听这名字就很有分量。对，保命丹大有来头啊！主任，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保命丹呢，它是源于胎产心法，它叫先传保命丹。我们还有一本古籍叫《妇人良方大全》，在这里边呢，这个方子呢，它叫夺命丹。我们还有一个《基因纲目》这本书，它也叫催生汤。啊，通过咱们这个名字，咱们就看出来它是非常重要的妇科良药，感觉。哎，妇科良药，但是呢，它是源于咱们《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症治，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活血化瘀，缓消征块。啊，那么我们从它的名字来看，哎，它就是治疗妇科疾病的。好，但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疑惑呀，这不是妇科良药吗？保命丹，那为什么它也可以治疗我们肾水泛溢肾病的问题呢？是我们刚才讲到啊，肾水泛溢有两大原因，一个是肾阳不足，一个是呢肾弱瘀损。那么我们治疗上呢，就要通肾阳，通肾弱。通肾络需要什么呢？刚才永志主任跟我说了，这药可神奇了，不做加减，它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是吧，主任？才能通肾络。这里边呢还有三味药，有三味，然后我们是通肾络的。但是呢，
它有其中一个药呢，它要去皮尖儿。有一个药呢要去心儿，你看看、去皮尖儿还有去它的心儿，那这怎么那么奇怪呢？去和不去这个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去的是谁呢？这样我们结合地平主任，你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怎么就通肾络了。来，去的是谁？那你猜猜，那个是去心儿，你看那个空心儿吗？对，那个要是去心儿，这是皮尖儿。这个就是推断法，应该是去皮尖儿的。你先说一说那个是谁，这又是哪位药材？这个我知道，这肯定是山楂。山楂去心儿，它肯定才好吃嘛，对不对？它就可以通肾络了。那倒不知道。那能健脾开胃。对呀、它绝对不是山楂。听听主任怎么说，去的是谁？这个是牡丹，把这个心儿去掉呢，叫牡丹皮，它是我们凉血活血常用的一个药物。那么为什么要去这心儿呢？在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医炮制里边，这个心儿呢，它的没有这个药用价值。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丹皮呢，药物就比较纯净，就能保证我们的药物的质量和疗效。我知道这个味药叫牡丹皮。对，我以前就吃过果丹皮。牡丹皮，果丹皮还是山楂，那差得很远，好吧？对，好。如果我们要不去心儿呢，它这个木质部或者是部位的部分就会掺杂到这个药里边儿，那么它纯净度就会下降了，它就会影响咱们的药物的质量，还会疗效。好，这是牡丹。那还有另外一个药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地平，看看永志认不认识。这是也要处理的。好的，这个我觉得很简单，这是它原来的，然后这是经过处理之后的，这是去和不去的。这我知道，这是杏仁吗？对，这是杏仁，这是杏仁去皮之后吗？好，这杏仁没事，我们也吃个几个。但你是去还是不去？我一般是不去。因为那个买回来的时候，他一般都不去。他主要是费事儿。对，他那个皮儿它不好去，但皮儿呢有点苦，所以都说那个好吃的苦口嘛。所以我们带着皮儿一块吃，还觉着去火呢。那你看看专家说了，那是需要去的。所以说呢，永志呢说的是非常的相似。我们这个呢是桃仁儿。你的这个桃仁要去皮尖儿，如果我们要不去心儿呢，它这个木质部或者是部位的部分就会掺杂到这个药里边儿，那么它纯净度就会下降了，它就会影响咱们的药物的质量，还会疗效。好，这是牡丹。那还有另外一个药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地平，看看永志认不认识。这是也要处理的。好的，这个我觉得很简单，这是它原来的，然后这是经过处理之后的，这是去和不去。这我知道，这是杏仁吗？对，这是杏仁，这是杏仁去皮之后吗？好，这杏仁没事，我们也吃个几个。但你是去还是不去？我一般是不去。因为那个买回来的时候，他一般都不去。他主要是费事儿。对，他那个皮儿它不好去，但皮儿呢有点苦，所以都说那个好吃的苦口嘛。所以我们带着皮儿一块吃，还觉着去火呢。那你看看专家说了，那是需要去的。所以说呢，永志呢说的是非常的相似。我们这个呢是桃仁儿。你的这个桃仁要去皮尖儿。那么最早说桃仁去皮尖呢，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是后世的医家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去皮尖儿，有的不主张去皮尖儿。那么主张去皮尖儿的，他就认为啊，这个桃仁儿是有毒的，那么去了皮尖儿呢，可以减轻或减少这个毒的作用。那么不去皮尖儿的这部分医者呢，他认为啊，桃仁儿啊，它毒性不大，它皮尖儿呢也没什么毒性。那么我们现代的药理研究认为啊，桃仁啊，它有小毒，它的毒性啊，主要是桃仁里边含有苦杏仁苷，水解成为氢氰酸，这是它的毒性。那么我们去皮尖以后呢，那么毒性呢相对也会下降。看来呢，咱们的医圣张仲景啊，也许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用药的时候要去皮尖。去皮尖是为了降低它的那个小毒，是吧？不要有那个毒性。所以叔叔阿姨，桃仁去的是皮尖，牡丹去的是那心儿。您不说三味药吗？那个是什么？那味药是赤芍。赤芍、丹皮、桃仁、赤芍、那么说这三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活血化瘀通络。那么我们肾络得通，肾瘀消散，那么水肿呢也就自然会消退。那么通肾阳呢，咱们呢先把这个张仲景最爱使用的一味药
桂枝，咱们作为主要。桂枝好。哎，咱们呢再把这个茯苓来给它做一个搭配。那么桂枝和茯苓加起来呢，它就有温阳化气利水的作用，那么肾阳就通达了，开合就如常了，那么水肿呢自然消退。哦，这是通肾阳，那合在一起啊，那功效可强大了，是一个千古名方啊。您给我们说一说它到底怎么妙。这个千古名方就是桂枝茯苓丸。哎，桂枝茯苓丸。这个桂枝茯苓丸呢，它的功用它就能解决咱们肾水犯溢、肾硬水肿的两个问题，温阳利水，那么它可以化瘀通络，正好就解决咱们肾水的两大原因。千古名方了解了，可以保命，可以解决我们身体肾水犯溢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你的问题很严重的话，第一时间要去找专业的医生。那么今天第一个福利给到各位，今天专家一共是三个，对不对？第二个据说谢老师是让叔叔阿姨在家就可以学做的，可以养护我们的肾，那到底是什么呢？那这样两位就给我们揭晓一下。第二个也就是鹿，它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是哟，这个鹿相对应着这好像是个角啊。谢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药呢也是咱们很常用的鹿茸。哎呦，那么贵啊？不太现实啊。对，那个因为长得像鹿嘛，我就猜是鹿茸。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可能在咱们《神农本草经》里称它叫神仙草，然后在3000多年前，咱们商代出土的甲骨文就记载了它可以有入药。它吃起来呀，味道是有一点点苦。我们在咱们这个茶饮的这个组方里呢，它有疏风清热，帮助我们能够啊防止外感风邪的作用。哦，哎，我有个提议啊，既然啊它这么好，而且用它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代茶饮，可不可以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品尝品尝，也帮我们猜一猜到底是什么神仙草，好不好？太好了，来来，有请这位阿姨。阿姨欢迎您来哈。方便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吗？今年77岁。啊，77，看着身体挺硬朗的啊。还行。哎，那您可能不能首先猜一猜，您看刚才我们谢毅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草，神仙草是什么，您能猜得到吗？刚你我也看着有点像鹿茸那个。都往鹿上猜了，看来都让我带跑偏了哈。那行吧，那接下来您尝一尝这个味道。挺好喝的，挺好喝的，喝的好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没有什么，咱们这么着，咱们到中间去给大伙解释解释吧，好不好？好的。好，来阿姨，回场中。好，阿姨，我跟你说，有个可爱的小动物，就特别的喜欢在它身上爬，而且它喜欢吃，对，跟它有关。阿姨，你猜是什么？是什么？爬。蚕不吗？是蚕，对不对？对呀。好，跟蚕相关的到底是什么呢？哎，它叫神仙草，看一下视频，揭晓正确答案。这回给大家揭晓是啥了？那就是桑叶。为什么专家老师要推荐桑叶呢？主任，推荐给大家的这款饮料呢，叫奇桑饮。奇桑。刚才呢，我们这位阿姨也说了，这个口味还可以，也没有其他的怪味儿。对，这就是我们这个饮料的独特之处。哦。那么我们除了桑叶呢，还有另外两种药。一味药呢是黄芪。一般我们用生黄芪。生的。这个生黄芪呢，它有益气固表的作用，它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呢还能利水消肿。生黄芪一味药，还有呢？还有一个陈皮。哦，陈皮。那个陈皮呢，它主要是益气健脾，它能够增加这个脾胃的运化作用。那么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呢，益气健脾祛湿，疏风清热利水。那专家老师要推荐桑叶呢？主任，推荐给大家的这款饮料呢叫奇桑饮。奇桑。刚才呢我们这位阿姨也说了，这个口味还可以，也没有其他的怪味。对，这就是我们这个饮料的独特之处。哦。那么我们除了桑叶呢，还有另外两种药。一味药呢是黄芪。一般我们用生黄芪。生的。这个生黄芪呢，它有益气固表的作用，它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呢还能利水消肿。
生黄芪一味药，还有呢？还有一个陈皮。哦，陈皮。那个陈皮呢，它主要是益气健脾，它能够增加这个脾胃的运化作用。那么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呢，益气健脾祛湿，疏风清热利水。我们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它的搭配，它的方子到底是什么？芪桑饮。谢老师啊，这个芪桑饮啊，这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具体怎么制作呢？什么样的人群能喝？什么样的人群属于禁忌人群？咱们芪桑饮的制作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三味药，咱们一定按这个比例，然后黄芪10克，桑叶3克，陈皮2克，我们用水煮2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喜欢喝茶呢，也可以把它们当成茶叶一样，用开水咱们冲泡，我们叫代茶饮的方式，日间频服也是可以的。但是啊，还得有一个注意的，就是不是所有的病人咱们都适合。如果最近我有点嗓子疼，或者是有点咳痰呀，有点我们说嘴里长了口疮啊，这些上火的表现的时候，或者咱们最近有点发烧啊，拉肚子的时候，暂时有这些症状，咱们先不要喝，等这些症状改善了，咱们还可以日常的每天多喝一些。哎，谢老师，这是作为一个应对的，已经有症状出现的时候才能喝，那作为一个保健可不可以？假如说我也没有那些水肿的表现，我能不能喝点它呢？可以呀，教我们抵抗力防止感冒的一个好处啊。太好了，给到大家，大家一定要拿手机把它记录下来。咱问问阿姨，阿姨，我觉得你状态特别好，气息也很足，对，生命从中的感觉。是的，阿姨，你有水肿的问题吗？你肾水有没有出现泛溢？确实有一点点，哎，轻度的水肿。对对对对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哎呀，有的话这就很长时间，因为没拿你当回事儿。尤其夏天的时候，咱们穿那个丝袜子不嘛，那个是不有那皮筋儿吗？勒的话，勒完了到晚上的时候一脱一洗，哎呦一大圈坑。半天不起来，有时候偶尔的，有时候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不是疼，就是酸，说哎对对对那个对，说不上那个劲儿，反正是哎，有时候偶尔就有一次，完了以后很快也就。那您夜里头会起夜吗？那不起，我睡觉比较晚，大约在12点睡觉，一觉天亮。怎么办呢？现在我觉得那您就比较适合我们常饮咱们的这个芪桑饮。好，好了，这只是法宝二，永志别忘了，他们那个东方医院肾病科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对呀，可以养肾护肾那个法宝。那是我特意跟谢老师带过来的。对，咱们终于要揭晓那个大招法宝是什么了。我们先看看“寿”这字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来，请谢老师您给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带来的这个第三个礼物就是我们的中药膏膜，因为它最早就是出现在了我们汉代医圣张仲景的书里，叫《金匮要略》这本书，也被历代医家呢推崇，说中药膏膜啊是我们四大上工治胃病的技法之一。哦，刚才说了一个叫膏膜，这我还真不知道到底这膏膜长什么样，先给大伙看一看啊。来，3、2、1，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膏膜。像这样的膏膜它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的时候注意什么，咱们还是回到场中给大家揭晓一下。你看有千古名方，对，有喝的代茶饮，哎，你看外用的也来了，这是我们科的特色的外治膏方。那我们让阿姨亲身的感受体验一下这个外用的消肿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阿姨，正好您不是腿有这水肿的问题吗？您感受感受好不好？我们这个消肿膏呢，其实主要的成分也是刚才咱们秦主任介绍的保命丹的主要成分，就是桂枝茯苓丸组成的，然后也添加了我们科经验上的像白芥子啊、婷丽子啊等等，东方医院肾病科独家专属的消肿的外用膏。然后咱们要注意的是，咱们的中药膏膜啊，膏是指的是这个咱们的药膏，膜呢其实它是按摩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般呢会先把这个膏，我们会循着，因为我们内侧呢是我们足太阴、脾经和足少阴、肾经循行的位置，这是咱们治疗水肿比较常用的两个经络，所以会先把这个药呢放在我们两个主要的穴位，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复溜穴以及三阴交穴位上。第二呢就是再往上有一个阴陵泉穴，然后我们第一步呢应该先是好点穴揉按。阿姨什么感觉？凉湿湿的样子是吧？对对对，
在这主要的穴位上揉按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药膏呢均匀的敷在咱们这个下肢了，循着咱们这个经络呢进行一个推拿上下的。整个的咱们这个推拿的过程啊，应该是10到15分钟左右。这个药膏其实主要还是用生姜榨的汁调配的，这是要拿纱布再裹一下，纱布把它裹上，然后呢外面呢还要用咱们的这个保鲜膜啊再给它绕上，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不把东西给弄脏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膏药膏呢要在这个腿上4到6个小时才可以洗掉呢，4到6个小时，对，所以不是说涂完了我按完了就给您洗掉就完事儿了。而且我们在制作这个膏的时候呢还往里面添加了叫凡士林，所以呢它不仅能让这个药粉呢更好的融合，它也保证咱们涂在皮肤上以后呢还有滋润皮肤增加药效的作用，就不会觉得抹上了这个药以后啊您的皮肤觉得特别的干燥不舒服。阿姨怎么样，啥感觉？现在吧慢慢就温温的热了，有点啊，有一点了。现在这是不是这个药在起作用了？对啊，那这种热会持续吗？会的，所以咱们要4到6个小时嘛。那还要再按摩吗？不用了，就刚开始咱们敷的时候按摩10到15分钟就够了。好了，永志，这样我把这个消肿膏拿过来你闻一闻，我觉得这个味道挺特别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有那种好像有一些姜的味道，你看，然后它又很黏，手感特别像咱们熬的那个秋梨膏，对对，浓稠的，但这个味道也很特别，到底有何妙用呢？两位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镇馆法宝，来。咱们灵桂消肿膏主要的就是这9味药组成的，我们可能在用的时候也会针对咱们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辩证的加减，但主要就是这个茯苓和桂枝为主要，然后增加了像白芥子、婷栗子、大腐皮、麻黄、桃仁，然后这些增加了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那在生姜呢，我们往往就是把它榨成汁来进行一个调配，这样让它更好的让这个药物呢进行一个融合。它主要是起着这个消水肿的作用的，同样它还有着通肾阳、活血通络的效果。好，自己家里是不好调的是吧？可以的，也可以。对，我们在病房就是用一个就是家用的榨汁机，非常的简单，把姜切成块然后放在里面，很快就榨成汁了。咱们如果患者呢有皮肤破损的，实际上咱们是不适合这个膏膜的。当然了，你可以是在家里做，但是呢毕竟这个膏膜呢这个操作者，你看我们谢大夫，你看他就需要有一定的按摩知识，还有手法，还有这个能够认清穴位。所以说呢一般的来讲咱们最好还是到咱们病房去做。明白，不建议在家里自己来操作。哎，是的。好，阿姨，您的感觉怎么样？又慢慢温热起来了吧？对对对对，暖和会儿了。是的，从脚往上。现在开始已经慢慢的就热了。4个小时以后，那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温水就可以。好，那阿姨，您可以带着我们主任带来的消肿膏，开心的回家了哈。好，来注意一下。谢谢老师啊。方法现在已经了解了哈，但是还是建议到医院哈，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这个外用的消肿膏，4个小时以后阿姨就可以把它拿下去了。OK， 好的。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代表我们两位姐送奖品给我们可爱的阿姨，阿姨鲁花给您送健康了。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祝阿姨全家健康幸福。谢谢阿姨，祝您健康。谢谢。好，掌声感谢一下阿姨。感谢您。学到知识最重要了，谢谢阿姨。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养生堂的时间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肾水泛溢，其实就是两条健康线防守失控了，是不是？一个是肾阳不足，还有个呢是肾络淤损。好了，那冬季到了，我相信这样困扰的叔叔阿姨啊很多。此刻我们的专家呢正在精神健康的直播间哈，跟您互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点击添加通讯录，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指导您进入到直播间向我们的专家咨询，另有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等福利免费发放。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互动起来，还有没有要嘱咐各位的？在冬季呢，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呢，就要防寒保暖。哎，我们叫先寒而衣，避免外感。第二条呢，刚才我们有位观众呢，他说他12点才睡觉。我们第二条呢，就是不要熬夜，防止呢惊血暗耗。那么呢，我们也可以
做一些中国的传统功法，你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以及咱们的低头攀足频，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哎，太好了！低头盘足频什么样的呀？永志，再考考你。就是首先那个背要挺直一点，哎，然后胳膊尽量往上举，然后够的时候呢，尽量脚尖要够着手尖，哎，这样一套就可以了。然后抱拳回来。最少呢，咱们要做这个十下，一天做36下，哎，就差不多了。好，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好。叔叔阿姨们记住了吗？收拳、托天、攀足这一组动作，如果您在1分钟内能完成10个以上，就可以给自己打8分；如果完成5个以上，可以算及格；如果完成度比较低，在5个以下，那就需要格外注意，您有可能是肾水泛溢的高危人群。当然，别忘了还要再结合肾性水肿的这些典型症状来进行综合判断。如果叔叔阿姨们怀疑自己有可能是高危人群，建议大家及时去医院就诊。也希望大家能够起居有常，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两位专家，谢谢永志。谢谢。好了，学了这么多的养生知识之外呢，我们还要吃点好吃的才行。听说今天的养生厨房呢，有给大家准备惊喜。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鲁花高油酸祝长寿多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鲁花养生厨房。寒冬养生啊，补肾为先。那今天张老师也给我推荐了一个补肾的好食材。对啊，据说我还不一定认识，我看看。你先看看，然后你再尝一尝。有些中药，好多人觉得一说中药的很难吃，这个不难吃。嗯，这口感有点像地瓜干，它蛮好吃的，对吧？酸酸甜甜的，对，最后的余味还有点像山楂。这个草本的香气就在口中散发开来，对吧？它不仅呢不难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它首先它是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人参呀、什么那个虫草啊，还有灵芝啊等等啊，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沙漠人参，它有很好的补肾的功效，而且呢功效特别的和缓。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告诉你哈。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就交给大厨吧，让我们实实在在吃到肚子里。今天我就要用张老师提供这道沙漠人参给大家做一道孔雀开屏鲈鱼。啊，这个寓意好，造型也好，怎么切切不好它就倒下了或者不均匀了。找妙招教给您，用我这个方法切，您就会零失败。那这个沙漠人参又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呢？这个沙漠人参呢的话，它能够去除这个鱼的腥味儿，然后呢又提高这个香味儿。我呢给它做成了一款酱，这样的话呢跟这个鱼特别的搭。那要不咱先把酱给炒了。那咱们呢起锅烧油啊，少量的放一点油就可以。做好菜用好油，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鲁花高油酸，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准备了一些配料啊，有一些姜末、葱花，先把这个姜末啊放在里边。给它炒出香味儿哈。做鱼嘛，得来点姜打底。对，姜呢一定要先入锅啊，就像在家里边炒这个豆豉酱一样。沙漠人参给它切碎了之后，它那个质感真的很像豆豉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青椒放进去，红椒也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沙漠人参呢，咱们需要用这个水啊，给它泡一下啊，泡到6个小时左右。我就说您那个看着更润嘛。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它切成这种啊小颗粒，像豆豉这么大就可以。哎呦，这闻着可真香啊！好香，你别说，还真有点豉香味道，而且比豉香还要甜一些，就是那种甜香甜香的味道。再稍微的用这个泡这个啊这个沙漠人参这个水啊，咱一起咱给它倒进这儿。一点营养没散失，泡的水咱们也给它融进去。添点水之后啊，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给它调个味儿。最后这个鱼是蒸的还是炒的还是炖的？咱们要蒸一下。蒸一下。对。然后咱给它做了一个酱，相当于啊，咱们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糖。本身这个沙漠人参就有一点甜味儿啊，再辅助上一点。一点点。整个就甜鲜甜鲜的。对。咱们再放一点这个酱油。让它有一起到一个酱香味儿啊，我们给它开到大火，给它炒香啊，把这个酱油的香味儿呛出来，并让它浓一点。好，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先给它放在一个小碗里，咱备用啊。你看看，
感觉好下饭呀，大厨这个创作太好了，是不是？嗯。好，那咱们进行下一步啊。啊，你看这个鱼怎么切啊？我一直觉得孔雀开屏鱼得选稍微大点的鱼才能切得出来，跟这一条就可以吗？对，跟大小关系并不是很大。哦，关键是在于您这个鱼是怎么下刀，怎么开膛。啊，一般在市场上买鱼的话，他不就把膛给您打开了吗？对不对？那样的话呢，这个孔雀开屏就做不成了。啊，这样啊？对，头这儿就给它切下来，头切下来以后呢，把这个里边的膛啊给它去啊，拿手一抠就可以了，然后清洗干净，再把尾切下来啊，头尾我再给它做一个造型，然后把这个鱼头下颌骨这切一刀，然后让它趴起来呀，能更听话一点。好，就做成这趴的这种状态啊。接下来关键点就来了啊，是怎么样下刀啊？那咱们要从这个鱼的背部往下下刀，往肚子上切。可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切透，对不对？那就要像我这样啊，拿手啊摁住，给它这样剁。哎，让它底下连要连起来。哦。哎，一刀刀的给它剁下来。左手的力量。对对对对对，拍一拍。侧面下刀，然后背部给它断开，腹部给它相连。对，开起瓶来的话就容易啊，并且它很漂亮啊。粘连的多，咱们就可以简单的给它修饰一下。尽量让它整个均匀流畅一点。没错，咱把这个鱼头啊先摆入盘中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切好的鱼肉再给它放进去。那咱们把这个鱼码好之后啊，我们呢就开始啊，把这些酱呢往上给它浇上面。等鱼肉沾着我们这个沙漠人参，是吧？对，那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用这个食材啊，都是炖肉。炖鱼的话呢，味道啊更鲜美。对，它本身就带点甜味儿啊，这个鲜甜一结合，就突出了鱼肉的鲜美味道。所以西居饮食谱就说，这鲈鱼啊，它第一它有开胃，所以吃完了好消化；第二它也有补肾的功效，所以跟我们今天这个沙漠人参在一起，哎，是一个强强联合，增加了这个补肾的功效。你看，不仅味道相配，营养也强强联合了。哎，接下来的话呢，咱们给它啊上屉蒸啊，等着这个上了气啊，咱们开始再入鱼。好，千万不能说这个没开锅就直接入鱼了啊，蒸个12分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蒸的时间太长。对，炒出来像豆豉，吃起来像话梅，又是九大仙草，又是沙漠人参，这好东西到底是啥呀，张老师？我要说的名儿啊，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啊，是肉苁蓉。你看为什么叫肉苁蓉呢？李时珍说这个东西啊，它补而不菌，所以很苁蓉，叫肉苁蓉啊。但这个东西长在沙漠里吗？哎，它长在阿拉善地区，它第一能够补阳，也能够补阴。它补阳呢，不会燥，温补肾阳，强腰膝。它还能够滋阴，也不会太腻。有些人吃完些那个滋阴的药啊，舌苔也厚了哈。哎，它不会，滋阴润燥，有很好的通便的功效。是一个很温补的药材，而且是阴阳双补。偏一个人吃多少合适呀？我们一般就其实10克、15克都可以，最多我们临床用药一般30克，只要对好症也是可以的。在冬季这个季节，本来就是对应肾的嘛，肾气足了，我们可能会扛过很多寒冷啊、邪风呀，包括病毒呀。好了，那咱们那个锅呢已经开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把鱼放进去，我们盖上盖啊，蒸12分钟。哎，张老师，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咱们八段锦里面是不是有一句什么固肾腰？哎，对了，八段锦的第六段，双手攀足固肾腰。中医说腰为肾之府嘛，你如果腰好了，能够同时刺激这个肾的这个肾经这个走向，强壮肾气呀。那咱们趁蒸鱼的功夫，张老师您教教我行不？好，简单，来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现在您这个一边看着电视，咱们一边活动一下。就几个动作，分5步啊，俩脚分开。上举，下按，反穿，反穿到后边，到后面腰那儿，顺着这个尾骨往下走，哎，叫摩运，对，然后攀足，摸着脚，然后再上举，哎，下按，反穿，穿到后边去，然后顺着尾骨往下走。再摩运，再攀足，这就完了。这是啊，再起来，就这样。一般呢做4到8个，注意年纪大的人呢弯腰稍微慢点，不用非得弯到底哈，就到这就哎，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啊。对，看着养生厨房，正好我们动起来了，您也就顾一下肾腰。这鱼冒气了。时间到了，香味儿都出来了，跟平常蒸鱼的香味儿还真有一点不同。好，那咱们先给它关火，嗯，打开盖儿来看看啊。哇哦，看着好诱人啊，
就那种豆豉酱，那种湖南做法，但其实不辣。对对。那咱们呢，再给它呲个油，葱姜丝，然后还有一些红椒丝，再给它撒在上面，去腥，然后增香。好了，咱们这油烧六成热啊，咱给浇进去。漂亮。撕完油啊，整道菜品就有光泽了，发着金光，而且散发着香味儿。我们说寒冬养生，补肾为本。张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一个补肾操哈，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食材，就是肉苁蓉，炒成类似于豆豉酱一样的东西，配上我们的鱼肉，突出了鱼肉的鲜美的同时，又增加了一点甜香的味道。